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我是 Dan. 정의남 미안해 是这两天横扫全国的关键词，而最近在韩国出现了一个想要恶用 정의남 미안해 来赚钱的人，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强烈指责。 1月5号，在 IG 有位卖家上传了利用乔伊纳米亚内句子制作的很多商品，并标注了 hashtag 乔伊纳米亚内后留言。在参与了乔伊纳米亚内千灵集之后，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而制作了这些商品，一个都卖不出去也可以，只是希望能多让一个人知道 hashtag 乔伊纳米亚内。也就是说，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乔伊尼事件，所以制作了衣服、毯子、帽子、靠垫、环保袋、手机壳，还标上不便宜的价格，一个都卖不出去也可以，但是要收钱。哇哦！所以就有位网友在底下留言了。一般来说，贩卖这种商品得到的利益，不都会捐给保护儿童等的机关吗？卖家回答，对呀，如果卖出去的话我都会捐款，如果是那样的话应该要在本文中加上那一句话吧，这样大家才不会误会，反正卖不出去的为什么要担心那个呢？如果卖出去了全额都会捐款的。你们开错了。当然这位卖家遭到了韩国网友们的怒轰，结果过不久卖家上传了道歉文删掉了商品。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如果真的是为了让大家知道，为什么不以原价销售呢？怎么只当成是赚钱的道具呢？是人就不可以这样啊？骂你都觉得可惜，上次那个用丑兔孙的脸做衣服的家伙也是，怎么都这么急着做周边商品呢？趁机想要赚钱的疯子们太多了。因为这次的事件在韩国的反应真的很大，所以现在韩国很多议员们都提出了相关法案，就算是亡羊补牢也可以，希望能借这次的机会好好的加强一下相关措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也有很多人留言几号是谁的生日，结尾庆祝一下谁的生日等等的留言，但是因为不是所有留言都能及时的看到，因此会漏掉很多 idol 们的生日，所以我决定了以后每个月的1号到2号想要一下子庆祝当月所有 idol 们的生日，就像幼稚园的孩子们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庆祝一下，1月1号 ,ESPA Winter, NCT Kun, 1月3号 AOA 서련 ,ICON 김동혁 ,BLACKPINK 지수 ,1月4号 Golden Child 봉재영 ,1月6号여자아이들수화 ,CLC 권은비 ,GOT7 JB, 1月7号 Dreamcatcher 유형 ,PROMISE NINE 이세롱 ,1月10号 ,ONUS 시온 ,우주소녀여름 ,1月11号 ,IG1 이채연 ,WINNER 이승훈 ,VR 유용하 ,1月12号 EXO DIO, 1月13号 ONENOMP JS EVERGLOW 미아 ,1月14号 EXO KAI, 1月15号 THE BOYS 주연 ,MONSTAX 형원 ,1月16号 Seventeen 승관 Blackpink Jennie Day 6 성진 1月17号 SF9 Chani 1月19号 TOO 지수1月21号 Shinhwa Andy Winner 강승윤1月22号 Promise 9 이서영1月23号 Pentagon Yuto ONENOMP Wire Stacy 아이사1月25号 NCT 루카스베리베리강민 Oh My Girl 승희1月26号 ICON 정찬우우주소녀선희 Astro 문비 MONSTAX IM 1月27号 Gravity 태영 Pentagon Kino 1月29号 AB6 대피1月30号여자아이들미연 Pentagon 우석以及所有1月份出生的淀粉们、路人们、黑粉们啊，黑粉就算了，祝你们生日快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长得很像是亲兄妹的男女 idol 一姬、野姬、Stray Kids 현지，两个人都是 JYP 娱乐，而且都姓黄，所以一开始很多网友们都怀疑两个人是不是亲兄妹，或者最起码是亲戚。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人的照片，正面照，笑的时候；侧面照。可爱照，合照，长得也像，连姓都一样，好神奇，两个都好可爱，不觉得两个人都像他吗？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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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